家好，我是大龙。今天这几轮我们上市里来了，宝宝的大姨要生孩子了，我们今天来看一看，走，走，上二楼吧。上二楼？啊。生孩子好像搁三楼。三楼吧。你知道吧？还搁三楼？给大姨打个电话。啊？大概我知道搁哪。走吧。还有你吗？哪有你？宝宝洗澡的地方是不是啊？看谁？看谁是姥姥？谁呀？我是谁呀？姥姥大哥来了。大姨是开心接送，晚上接送。啊，检查去了。做胎心监护在那老半天了，正事不？哎呀，这穿，是不是啊？就是。不能。爸美。找爸爸呀？没事的。热了吧，搁里头？你咋把衣服给他脱了去？找爸爸。找爸爸。找爸爸。哎，爸爸，爸爸。别活动，多好。这样子，出发区是热的。饿了，咱吃饭去，等饿了。宝宝吃啥？吃饭去了。真的。这来了就吃饭去了。快递吧，不下，等会儿。你先帽子吧。把包啥背着就行，没事，没啥丢的。你先吃包。有监控，嗯，我有监控，走吧。慢点啊，门转的整的快。太快了。宝贝，你要吃啥？你别管俺们吃啥，你吃啥？吃点你想吃的，等到生完之后就吃不了了。嗯。上里边坐吧，姨。看你想吃的，你吃瘦啊，瘦五花的，吃那个啥瘦的。现在过来兑点料。兑了点料。往里下吧。走吧，现在我们吃完饭了，然后一会儿就要回医院了。今天视频先给大家拍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击关注，来了。
走吧。